一班西装友落场，唔通系男排女将？睇真啲，佢哋今日原来系嚟做啦啦队。真正落场打波嘅系佢哋先啱啊！中国国家女子排球队，同埋香港嘅纪律部队排球会。星期三，中国国家女子排球队同埋纪律部队就进行交流。开波之前，梗系要热身先啦。由中国女排教练团咧，佢哋就会率领我哋中国女排嘅成员啦，同埋我哋纪律部队嘅成员咧，进行一系列嘅热身活动。佢哋之后再互相猜波练习，热完身就正式比赛啦。比赛分为两局，好波，对面一个后移又系吴颖仪。友谊第一，比赛第二，场波结果系乜嘢都唔再重要啦。国家队就住打都一样赢啦。